안 쉽게 해보시.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해볼게요. 시작.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나는 가야 해. 백인 흑인도 이게 가사를 바꿨네요. 백인도 먼저 할게요. 자, 가사 무시하시고 백인도 시작. 백인도 흑인도 황색인들에게 사랑을 가지고 나는 가야 해. 어려워요? 안 어려워요? 재미가 없어요? 앞으로 나와서 하실래요? 앞으로 나오시면 되게 재미가 있어요. 박수! 제가 짝이 없거든요. 앞으로 나오십시오. 예, 어서 나오십시오. 다시! 또 재미없는 분 한번 손 들어보세요. 예, 오늘 날 만났습니다. 또 재미없는 분. 자, 어서 나오십시오. 제가 짝이 없습니다. 자, 이쪽에 쓰시고.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나는 가야 해. 백인도 흑인도 황색인들에게 사랑을 가지고 가사가 그 하는 사람마다 조금씩 다르거든요. 제가 이실직고를 하겠습니다. 아까 이 노래를 찾았는데 글씨가 하나도 없는 거예요. 배경만 있고. 그래서 급하게 제가 가사를 치다가 조금 틀렸는데, 자, 이 방송사고, 예, 가끔 한 번씩 내도 되죠? 자, 나는 가야 해, 우리는 가야 해. 그것만 바꾸시면 됩니다. 우리는 가야 해, 우리는 가야 해. 그렇게 끝나면 됩니다. 자, 한 번만 더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해. 백인도 흑인도 황색인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해. 조금 자연스러워졌죠? 예, 노래 계속 부르면은 진행자가 좀 창피해질 것 같으니까 자, 율동으로 들어가겠습니다. 자, 주먹을 이렇게 쳐보세요. 자, 이렇게 한번 쭉 펴주시고. 자, 오늘 기지개 많이 펴죠? 다시 원위치. 엄지손가락 두 개를 쫙 드십시오. 자,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예. 자, 제 손을 따라오시면 됩니다. 예. 자, 시작.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왜 들어가십니까? 재미있어졌어요? 예. 자, 그 다음 사랑. 아까랑 똑같이 사랑. 사랑을. 자, 가지고 이렇게 짊어지시면 됩니다. 예. 우리는 가야 해. 자, 쉽죠, 율동? 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북으로 여기까지만.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
다음 백인도 백인도 손바닥이 좀 하얗죠? 백인도 흑인도 예, 그 다음 황색인은 이렇게 섞으면 되겠습니다. 예. 백인도 흑인도 황색인들에게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해. 참 기발하죠? 예. 참 어디서 그런 머리가 나왔는지. 자, 한번 해볼까요?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자, 이거를 옆 사람하고 좀 바짝바짝 붙어보세요. 바짝바짝 붙어서 어깨를 마주하고 하면은 참 좋거든요. 자, 의자를 짝짝 누나랑 싸웠어요? 바짝 붙어요. 자, 자 어깨를 맞대고 두 손 어깨를 맞대고 어깨 동무가 아니라 어깨를 맞대고 왜 이렇게 앞서 가려고 그래요? 예, 자, 예, 알겠습니다. 준비. 어깨를 붙여서 같이 움직이는 겁니다. 같이 이쁘게. 자, 시작.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해. 천천히 하면서도 재미있죠? 예. 이제는 두 분씩 어깨를 마주하고 앉아보세요. 두 분씩. 이쪽으로 나와. 예. 예. 이쪽으로 나와야지. 자, 자 이번에는 어깨 동무를 하시고 자, 한 손 한 손 해가지고 잡으시겠습니다. 자, 준비되셨습니까? 짝 없으신 분? 짝 없으신 분들은 나오셔야 되는데 아니 또 조명은 붙들고 그러십니까? 저기 가서 짝 좀 해드려. 예. 아, 조명 앞으로 조금 미루고 앉으세요. 예. 아이고 여태 조명 붙들고 같이 하신다는 분은 처음이셨습니다. 예. 자, 두 분씩 하시는 겁니다. 자, 어깨에 짊어질 때는 이쪽으로 짊어지셔야겠죠? 이쪽 분이 이렇게 하시면 되겠습니다. 그리고 이걸 하다 보면 가끔 손이 이렇게 되셔요. 나는 가야 해. 예, 조금 바보 같죠? 이게 약속을 하셔가지고 자연스럽게 하시면 되겠습니다. 예, 예 바보라니까 또 되기 싫어서 연습을 또 막 하시는데. 자, 준비. 아, 쉽잖아요. 왼쪽 계신 분은 뒷팔, 오른쪽 계신 분은 앞으로 이거 먼저 하시면 되는데 왜 그걸 마치시느라고 계속 예 준비 해보겠습니다.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잠깐만요. 아니 이렇게 안 맞으시면 어떻게 합니까? 막 얼굴 사이로 짐을 넘기시는 분이 계시고, 예? 자 오른쪽 계신 분이 먼저 손을 올리시면 되겠죠? 예, 오른쪽 계신 분
왼쪽 계신 분 그 왼쪽은 바로 뒤로 빼시면 되고 오른쪽은 앞으로 빼시면 되죠. 예. 예, 짐은 오른쪽으로 넘기셔야겠죠? 예, 가운데로 절대 넘기지 마세요. 자, 준비. 천천히 하는데도 왜 이렇게 헤매시들까? 헤매실까들. 예.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백인도 흑인도 황색이 사랑을 가지고 아니 황색인 할 때 이렇게 돌면 되는데 왜 거기서 브레이크 댄스를 치시는 분은 자 어려우세요 이게? 안 어렵죠? 아유 제가 막 더워지네요. 한번 다시 해볼게요. 자 이번엔 모시겠습니다. 두 분 두 분씩 자 준비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백색인 흑인도 황색인들에게 사랑을 가지고 아니 두 분은 뭐 그렇게 가지고 갈 사랑이 많아서 양쪽으로 같이 짊어지십니까? 양쪽으로 같이 짊어지시고 예 어떤 분들은 액션이 전혀 없으시게 백인도 거기서 그냥 황색인도 여기서 바로 바꾸시는 분들이 계세요. 예 아 진짜 재밌죠. 예 이렇게 두 분이 호흡 맞추는 게 정말 재밌는 거거든요. 한 번만 더 해보고 모실게요. 예 준비 하나, 둘, 북으로 보면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 흑인도 황색인들에게 사랑 네, 처음부터 자 처음부터 끝까지 줄기차게 이렇게 걸으시는 분들이 자 누구라고 말씀 못 드리겠는데 저한테서 제일 잘 보이는 두 분이 이렇게 계속 걸으세요. 자, 두 분 알아서 나오시고 자 모시고 나오세요. 두 분 두 분씩 나오세요. 예. 너무나 두 분이 잘 어울리세요. 나오십시오. 김융자님, 윤종아님. 예. 가운데로 모시겠습니다. 우리 고영태 선생님하고 사모님도 나오세요. 너무 보기가 좋습니다. 나오세요. 예, 부부 커플. 부부 커플. 커플 말고. 자, 우리 부부는 아니지만 너무나 잘 어울리시는 두 분. 에이, 딴 데를 자꾸 쳐다보십니까? 이리 나오십시오. 자. 우리 방송 부장님 사진 좀 멋지게 하나씩 딱딱 찍어주세요. 누가 또 안 나오셔요? 누가 말씀을 안 들으세요? 예, 진행자가 가야지 해결이 됩니까? 자, 예, 진행자가 몇 발자국만 뛰면 바로 해결이 되죠. 아유, 다 모시고 나왔으면 좋겠는데 무대가 적은 관계로 자, 어떻게 짝들이시죠? 예, 조금씩만 더, 예, 그쪽으로 더 가시면 되겠습니다. 예. 자, 여기서, 이쪽으로 오셔도 돼요. 저
노래 이제 다 외워 더 땡기시고 제가 급조를 좀 하겠습니다. 자, 남자끼리 짝 지어주신 분들. 예. 아, 잘 맞아요? 왜요? 조명하고 더 잘 맞으실 것 같은데. 예? 예, 옷도 커플 옷을 입으셨네? 자, 차렷! 절! 예. 합체! 자, 자, 노래 부르겠습니다.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동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해. 날이 갈수록 너무 즐겁고 행복해지시죠? 예, 이런 단어는 우리 생각에서 없어진 지가 오래된 것 같아요. 그렇죠? 다 같이 힘차게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서 힘차게 부르시겠습니다. 아, 죄송합니다. 잠깐만요. 아이고, 큰일 날 뻔했습니다. 앉아보세요. 예. 이거 제가 연습한 겁니다. 일어나서 힘차게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연습이었고요. 아이고, 그 은혜로운 시간을 뺄 뻔했네요. 우리 사모님 특창 들어야죠. 예, 박수! 기현이 조금 이따 나와. 스킵할까요? 예, 주와 함께라면 이란 노래를 들려드릴 텐데요. 여러분들 아쉽게도 내일 모레면 끝납니다. 그죠? 내일, 네, 예, 그래서 참 여러분들 뉴 스타트라면 생기라면 여러분들 가난해도 병들어도 행복하시기 바랍니다. 용기 있으시기 바랍니다. 그런 의미에서 주와 함께라면 들려드리겠습니다. 따사로운 주의 손길을
가난해도 병이 들어도 시련의 밤 어둡고 깊어도 너는 결코 떠날 수 없어 아름다운 주 이곳에 오기 전에는 여러분들 특히 저도 좀 약간 아파 본 적이 있었지만 아플 때는 굉장히 깜깜하게 느껴집니다. 그리고 매사에 부정적으로 보이고 외롭고 절망적이고 그렇습니다. 우리 다 한 번쯤은 경험했을 텐데 캄캄한 인생길에서 정말 빛을 만날 때 얼마나 기쁩니까? 예, 달리다고 일어나라 들려드리겠습니다. 자, 이제 연습이 아닙니다. 진짜로 일어나시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걱정
강의하려고 그래 강의. 这小家伙要给大家上一课是吧？ 자 우리 잠깐 기도하고 시작. 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 사랑의 저희들의 아버지. 我们亲爱的天父。 우리 이기적인 인간들의 사랑이 아니라. 我们要超越我们。 只知道为自己的利己的爱，我们要用你的大爱，用你的无条件的爱，去爱世间的一切。啊，用你给我们的选自由选择的权利去爱。我们知道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气息，生命的信息。啊，当我们感受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的遗传基因啊会十分的喜悦，他们会恢复自然。 恢复你赋予他们的最初的形象，只有你大能的神能的爱才能是我们真正的生命。主啊，求你这时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真正的领受你那真正的生命，让我们的基因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 变化，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名，阿门。在上帝的话语里呢，有上帝的旨意。那么，上帝的旨意呢，就是爱。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爱。刚才我在祷告当中呢，已经讲述的那样，只有这个爱才是我们的生命。上帝的爱才是生命的真谛，这是一个多么了不伟大的发现。今天早上呢，我们讲了原子，还有质子、中子。那么原子，之所以它不至于爆发，是由爱来维系着它，是爱的力量维系着所有的物质的存在。上帝为了创造物质的元素呢，就是原子。原子呢，就是由三个夸克形成，中子和质子，是吧？所以。 维持这一切的结构呢，需要能量，物质以外的能量。这也需要力量来维系。那么电子不停的运作运动，以原子核为中心，那么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它以光速每秒可以围绕地球绕转七点七圈多的速度呢，在。 在高速的飞转，那么它却不逃逸出去，为什么？那么有一种力量呢，束缚着它，也不知道它逃散。所以，到处物质的生命的本质里面都有，上帝的力量在维系着，靠人的力量是不能的。为了不使电子逃逸呢，电池里是吧？ 那么让这个，质不让质子逃逸的这种力量呢，我们叫核凝聚力，是吧？还有这些，中子凝聚在这里不需要太的，叫核弱力，核强力和弱力，电磁力。 核强力和弱力，还有一个力，就重力，是吧？这些力量呢，形成一个均衡的中庸体系，然后维系着万物的存在。那么地球呢，现在以飞快的速度自转加公转，但是我们这样很安稳，不会被甩出去，是吧？因为有一种力量，使我们能够。 脚踏实地，这个力量都是由上帝使然，所以上帝的这个力量呢，就是让一切都能天地归位啊。
万物生长的力量。어떤사람은옳으냐그러냐를따지다가那么이렇게박살나는거분열하는거분열을하더라도어떻게해요아人们呢在这个啊在是是非非啊啊之间呢宁可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什么发生破裂和分离，但是上帝的旨意呢是让我们合而为一团聚。那么你斤斤计较只能是分道扬镳。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宇宙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啊，我们才会幸福。斤斤计较啊，是是非非，那么都会分道扬镳啊，分割成一小块，那么剩下的只能是共同灭亡的道路。那么上帝呢是让我们凝聚的力量，让我们合而为一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爱。那么在这里呢，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那么上帝的爱，上帝的力量彰显了。你们看这个夸克呢有三个是吧，那么扩大的话就是这样，这夸克之间呢，夸克之间还会形成一种啊相互吸引的力量，凝成一块的力量。啊、传达这个力量的物质叫 gluon， 无论在哪里、啊、都有这种力量在使然。我们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吧、啊、我们把这个力量统称为创造力。那么当这个力量消失的时候、那么任何世界上不会有任何物质任何物质存在、啊、任何关系也不能得以维持。那么这个创造力的动机来自于哪儿、啊、上帝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怀意念创造了这个力量呢？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种力量？因为上帝就是爱。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种力量？爱是不断的施予，是吧？爱需要有爱的对象。那么因为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是生生不息的爱的上帝，所以他要把他里面这个大爱呢要彰显出来，所以他需要一个爱的对象。所以上帝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上帝，所以我们这些被造物啊存在，因为上帝至今啊他还主张着生命，他需要爱的对象。所以我们呢是为了接受明白上帝的这份爱，接受上帝的这份爱而存活在这个世上的。所以没有上帝的爱，那创造也不复存在、啊、创造以后我们看他们成天打、啊、生老病死，烦死了、啊、那我这些创造太麻烦了，我就不来了。那么如果喜欢这样独自存在的上帝呢，他就不会创造这么多的生命，是吧？因为上帝是爱，他本身就是生命、啊、你们越是处于逆境，上帝就更加爱护你们，呵护你们。所以罪恶蔓延的地方恩典、也是充满的、啊、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正是因为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啊、他、施展这样的大能，用他的创造力呢维系着这个世界，维系着生命。那么创造力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爱。这些力量都是什么、啊、物质与物质之间的这种力量呢，都是些低级的力量，是吧？那么有更高层次的力量，那么就是什么啊？生命的气息，就是对那些完成了接受生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存在，才能接受这个更高层次的力量，就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呢，就是让我们人不至于和上帝分离啊，而维系这种关系的力量。同时呢也让人和人之间不至于分离、啊、所以这个力量呢就是让上帝与我们合而为一，让人和人合而为一。
就是天人合一的力量，所以这个生命的气息呢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最高层次的宇宙能量。这就是上帝的道啊，这种力量隐藏在上帝的道里。我呢时常呢看到这个水果的时候，打小起就还不晓得上帝的时候，看到水果呢啊，我就我就有点气不打一处来，说哎，为什么这么漂亮啊？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水果太鲜艳太漂亮了。如果是偶然让它成为这么漂亮的存在的话，那么是觉得那么美丽的东西必须得设计它，是吧？有审美的观点，用审美的眼光去设计它才会存在。啊，葡萄为什么要像葡萄？草莓要像草莓，啊，这样完美。啊，寿桃为什么那么有福气啊？而且味道呢，啊，各自不同，酸的酸，甜的甜，啊，所以我就搞不懂啊。因为从无神论的角度看呢，找不到答案。那么从创造主的角度看呢，啊，我们会充满感谢啊，感谢这种味道。真的是为我们特意创造的样，但我们相信无神论的时候呢，就会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那么认识上帝以后呢，对这世间万物的都存有一份感激之情。水果这样漂亮，这样好吃，梨为什么是梨，苹果是为什么是苹果，味道各不相同，口感也不同，是吧？李子、樱桃，要不那样的啊，搞不懂。真的。但是呢，거기에공통적인맛은啊，这些水果有一个共同的味道，就是什么呢？就是甜，甜味。단맛을싫어하는생명체가없습니다。那么，所有的生命体里呢，没有不喜欢这个甜味的。蚂蚁也喜欢甜味，苍蝇也喜欢。是这些微生物也喜欢甜味，因为糖分是什么？是我们生命体的燃料，是吧？苍蝇也有细胞，细胞里头有线粒体，线粒体就需要什么？需要燃料，糖分。就像所有的汽车引擎需要燃料一样，所有的生命，只要是有细胞的生命呢，都需要什么？糖分，所以都喜欢甜的。那么吃进糖分以后呢，就会有能量释放。那这个糖呢，糖分呢非常甜，这意味着什么？糖是甜的，意味着什么？糖就是什么？糖就是爱，所以甜，爱让我们感到甜蜜，是吧？让我们感到甜蜜，像蜜一样甜。所以呢，糖分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呢？啊，现在没有制造糖分的工厂，人类能人工制作糖分吗？那不有白糖工厂吗？那不是人类，不是人类的制造糖分，而是把上帝制造的糖分进行精炼的过程。人类的技术 还不能生产糖分。糖分工厂在哪儿呢？那么糖分工厂在哪儿呢？糖分生产工厂。上帝的制造糖分，上帝制造糖分的工厂在哪儿呢？啊，就是生物、植物、水果啊，这些植物里头，甘蔗呀、苹果啊，苹果里边啊有糖分，是吧？那么糖分的真正的始源是在哪儿呢？在叶子开始，叶子里会有什么？
什么作用？叫光合性作用。是吗？那么叶子制作糖分，那么糖分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糖分的主成分是什么呢？糖分的主成分，햇빛이빠지면啊，糖分的主成分离不开阳光，啊，就是日照量非常足的地方的水果才会甜，是吧？啊，这是一般的常识了。所以说，阳光是甜的，大家笑了是吧？阳光是甜的，甜美的。那么，阳光是什么呢？阳光就是爱，是甜蜜的爱。所以阳光就这么重要，没有了阳光，没有了日照量，糖分就不会产生。所以在光合性作用当中啊，通过光合性作用制造糖分当中，这个日照量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呢，那么光合性还需要什么？光合性还需要什么？光合性还需要什么？叶子要源源不断的提取什么水分，还要接受什么阳光啊，물이올라가고그다음뭐요？提取水分，还要有二氧化碳，是吧？그래서탄산가스는산소와是碳素和氧的结合。为了制造糖分呢，必须得有碳素和氧分和水。있는데그것이再加上什么阳光？所以碳素和水呢、形成糖分的结构，那么是碳素和水原子能够重新排列组合的这个力量就是什么？就是阳光，太阳能。所以呢，从结构上看糖分的话，糖分是碳水化合物啊。碳水化合物呢意味着什么？是碳原子和水原子的结合，是吧？顾名思义就是这样。啊，真是这样的。糖分的结构呢就是碳水、化合物，碳素和水的结合。那么水甜吗？那么碳素甜吗？水和碳素，这杯水里放上木炭吧。碳元素呢就是木炭，是吧？所以像晃动，那么能成甜水吗？能成糖分吗？绝对不行，你就是晃上一千年也不会发生这种糖分的变化。再怎么摇动煮啊，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啊，这杯水也不会变成什么水，还是水啊，碳素就是碳素，它不会转化成糖分。那么在叶子上与阳光相遇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分，是吧？啊，这是神妙无比，是吧？这就是上帝的计划啊！啊，要想发生这种啊，所以碳素和水结合。那么在阳光的使然下，那么阳光是让这些碳元素和水元素结合的能量那么碳素和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排列组合，然后形成了糖分需要这个结构，是吧？需要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叶绿素。所以上帝把叶绿素呢放到了叶子里，所以叶子都成什么？都成绿色，是吧？因为它有绿叶绿素。叶绿素呢不是糖分，叶是叶子的叶，绿是绿色的绿，是吧？所以上帝生产了叶绿素，把它放到叶子里，然后把水分还有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放到叶绿素里，然后通过日照就生产出糖分来。哎，可是呢，当我们吃进糖分的时候呢，
그당분을먹는다고하는것은뭘먹는거예요그러니까我们吃吃糖，吃糖等于吃什么？吃水和碳水和阳光是吧？그러면那么그러면물도안달고水也不甜，碳素也不甜，안달고嗯，그럼당근뭐예요？那么什么甜呢？阳光甜是吧？啊，这是非常伟大的发现是吧？啊，阳光是甜的。当我们吃进糖分的时候，比如吃进一个苹果，啊，比如吃进了蜂蜜啊。那么水和碳素呢？还是要被排泄出去啊。结果呢，还是要排泄出去。水变成了什么？啊，变成了汗液和尿。那么。二氧化碳变成、啊、气体就排到体外，那么进入粒线体里，糖分进入粒线体里以后呢，燃烧变成什么？变成、啊、水和二氧化碳，那么就形成能量啊，释放能量哈、啊。所以这个能量的源泉是哪？是阳光。所以说我们吃的是阳光啊，燃烧的也是释放的也是阳光的能量，是吧？그러니까물과탄산가스는아水和에너지를저장하는二氧化碳呢是储存什么？선물박스야啊。그래서하나님은햇빛을储存阳光的储存阳光的礼物盒。所以上帝为了把阳光啊送给我们，他准备了一个선물박스啊叶子，这个叶子充满了叶绿素，这就是啊这个阳光的。上帝向我们赠送阳光的这个礼物盒，就是各种水果，是吧？蔬菜还有果子。漂亮不应该漂亮啊？应不应该漂亮啊？当然应该漂亮，是吧？是吧？啊，礼物盒上面得有个把手是吧？啊，有个把手是吧？还真是神妙啊，不可言。那么阳光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那么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爱，那么阳光就是爱，那么阳光真是爱吗？真是爱吗？我们今天晚上来一块研究研究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只要我们能够领悟它，是吧？제가이강의를하고나면또우리중국말을当我讲完课以后呢？얘기를또해줄지몰라요我们中国말에在汉语里有这样的信息啊，非常不得了。오늘아침에우리가복얘기했잖아今天早上我们讲了福气的故事是吧？福气。中国사람들은中国人讲不说福，叫讲什么？叫讲福气，讲福气。복복자이뭐요생기할때진짜부지就是福加一个气啊。이얼마나놀라운일이요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发现，是吧？所以中国文化汉字啊，真是了不得了不得。그래서중국에서는복을所以中国人不说福，说什么？福气啊，说福气。맞아요福气，福气，福气。그래서당신은복이많다는说你有福气를많이받은사람啊，是说你是个有福气的人是吧？啊，그러니까우리는그냥복을복으로해놓게이게돈복여복이래서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只说福啊，그렇게말할수가뭐요是不是钱呢、啊、名誉地位中国呢就是福气、啊、福就是气是吧자과연중국말에이햇빛이이사랑이란말이있는지도모르겠어요那么这个汉字里头阳光到底是不是爱不知道有没有答案那么阳光就是爱그러면우리가햇빛이뭔지를또좀알아야되겠죠我们要了解一下阳光到底是什么，是吧？그것은해가빛나는것이就是太阳释放的能量，是吧？내가내는에너지요是太阳释放的能量。啊。
지난번에제가빛에대해서잠깐설명했죠그렇죠上次我对阳光、对光啊、对光啊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就是当这个固体遇到了能量以后呢，它发光呢必须得接受什么？从外边、从外边接受什么？强烈的能量。뭔가뜨거운에너지를받아야돼让它受热，发热的能量。뜨거운게뭐예요那么最热的是什么呢？제가이렇게보면저는꼭김용교수같은데요아뜨거운것중에제일뜨거운거那么最热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是吧啊爱是最滚烫的充满能量的뜨거운열을给它加热以后呢이것들은아무리뽀뽀를하고这个固体你再怎么爱它啊再怎么亲吻它它不会啊发热因为它没有基因是吗让遗传基因能够热起来的只有爱是吧所以加热以后这个电子就飞速的转然后要逃逸出去逃逸出去是吧、啊、逃散到更大的轨道上去但是它有一个、啊、重新复原的这么一个本性那么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它要把自己所受到的能量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是光所以我们把这个光称为光子光粒子真的就可以观察到光粒子所以呢太阳呢在源源不断的把、光粒子呢、传送到地球上那么太阳也是物体太阳也是物体这个物体为了发光呢必须得接受什么啊、一个、很热的东西热能过去啊小的时候我们说啊太阳在燃烧太阳在不断的燃烧、啊、所以它燃烧因为它燃烧所以它很亮那么就问、叔叔烟在哪儿呢啊、那么太阳的燃烧啊不是你们家那个、烟筒里的那个燃烧是吧、啊、所以这种燃烧呢是一个完全的燃烧、啊、那么太阳里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核融合就是氢原子融合形成氢再分裂核融合核裂变的这种关系当中释放巨大的能量就融合让核子融合呢需要巨大的能量那么、啊、谁也没有去太阳那里帮助它产生这个巨大的能量那么有一位就是让质子的原子不至于扩散的那个能量呢就在太阳当中啊、形成这种、核裂变和核融合所以产生巨大的能量、啊、让太阳里产生、啊、不断的这种核裂变与核融合的反应然后、啊、把光粒子传送到地球上来这就是什么、啊、爱的、啊、力量是吧那么光有光不行所以上帝呢又在这个地上造出了很多树木很多叶子里面放着了啊叶绿素然后把这个光呢全都给储存起来转化成人体所必须的能量的形态就这些植物的叶子呢然后就饱饱的吸足了这个能量、啊、然后上帝给他们施雨、这是神奇造化是吧然后这些植物呢然后把我们放出的二氧化碳呢全都成为这些植物们什么制造糖分的燃料是吧这是偶然吗、啊、这不是这是精妙的计算、啊、是超人类的这个宇宙的大智能的计划美妙计划啊，真是让我们感到兴奋，是吧？
그래서그광자当这个光부터는그빛나는입자这些光粒子呢사랑의에너지를是爱的能量是吧그러니까그所以呢그햇빛이你们接受这个저장이된과일이달아야돼요안달아야돼요所以那个储存这个能量的水果果子该不该甜呢那就是甜的当然是甜因为爱比蜜甜그러면그달콤한那么这个甜甜蜜的阳光能量我们把它吃进肚子里我们要怎么生活呢사랑하면서살아야我们的生活要比蜜甜是吧为了比蜜甜我们就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所以上帝呢给我们阳光、啊、把这个光能量呢、啊、传递到这个星球上来、啊啊、让它呢储存在树叶里然后成为果子然后刺进我们嘴里那么成为爱的能量但是我们却怎么样成天打、啊、见面就打所以爱呢啊、这酸唧唧的说、啊、那么爱就是包容爱就是宽恕是吧不是那种肉麻的东西所以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包容、嗯、爱是盼望、啊、在绝望当中还会有希望医生们再怎么说 治愈不了的疾病但是还要相信有盼望、啊、相信自己会什么会重新被医治、啊、这就是爱上帝是吧啊，多么美妙所以上帝的道呢、啊、证明上帝是这样的爱的存在当你们吃水果的时候啊甜呢 糖度不够、哎啊、什么糖度不够这都是什么上帝的爱、啊、上帝的爱、啊、全都放到了这个水果里是吧、啊、糖度不够这是你们的知识但是啊上帝你把你的能量储存到这个水果里让这个水果这样甜让我通过这个甜味能够感受到你的爱、啊、这个人什么是智慧尽管他没有对糖分糖度的知识但是他是个有智慧的人感谢上帝以喜悦的心情去吃它他就会变成你生命的力量所以你们不论是吃不论是喝都要不论做什么都要归荣耀于主啊、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吧懂了吧所以你们看这个世界、啊、都是这样有机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那么我们人呢却总要把自己放到这个有机整体的外边因为撒旦呢、啊、造出一个、啊、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吸引我们诱惑我们钱权力、啊、你要出名你要有出息嗯、然后我们就背道而驰了就离开了生命的道与生命的道背道而驰但是上帝呢慈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允许我们什么、啊、与他背道而驰所以这样就像鱼儿离开了渊水才能明白这个水对他多有 宝贵一样所以这个地球呢就成了见证上帝的大爱的、舞台所以我们呢、成为了这台、证明上帝的大爱的这台戏的主角所以呢上帝的 圣经里记载的上帝的话一句一句呢都充满了爱
하나님말씀중에사람들이싫어하는말이있어那么圣经当中呢，有人们그리고이것때문에양스트레스받는不很喜悦的话语啊，人们为此呢感到精神压力，什么呢？11조내놔라说你要交十分之一，十一税是吧？아시겠어요11조안내면뭐안준다啊，你不交十分之一，就上帝就不赐福你。这就是令人头疼的事情。我交十分之一就怎么样？就蒙福。不交就不能蒙福啊！这是教会公开的这样讲。那么这个根据呢？圣经上有。看一些马拉基书。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所以你们去教会经常听到 这段经文是吧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我就说万国万就是说你们必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银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是吧不交就没有福分了那么赶紧交吧交十分之一把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交到教会上去我们学了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么这里有没有条件呢有条件李博士你不是说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吗现在就是有条件的是吧十分之一就是一个条件圣经当中时不时会有这样的经文那么其中最让我们迷惑不解的就是这段经文那么的确这段经文的确有条件是吧所以看到这段经文我也有一阵子 不得其解那么为什么上帝是无条件爱我们的上帝却会留下这样的经文呢但是我找到了答案第一我们看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一般的耶和华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吧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意思统帅整个宇宙的主宰并拥有这个宇宙的耶和华是吧耶和华前面加了个定语用换句话说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比如说我有个五岁的儿子比如说有个四岁的儿子四岁的儿子的眼里呢他的父亲是万军的耶和华我爸爸有汽车兜里有五万韩币对孩子来说五万元韩币是天文数字是吧哇五万元了不起我爸爸钱真的我爸还有个房子这个上帝就是在人的心目当中人的眼目当中上帝就是个万军的耶和华那么上帝就是其实这是名副其实的什么万军的耶和华这不是坑蒙拐骗是吧拥有一切主宰一切创造一切的创造主他就是万军的耶和华对我们说
그제가이제그걸만군의여호와万军之耶和华说啊。하고그다음말을읽어보니까这个什么你们要좀웃기는소리요이거啊后面这句话就有点和前面这个万军的耶和华有点不相匹配。모든것을소유한他已经拥有了一切，却让你叫什么？너의수입에뭐요？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我拿来，送到我的仓库里。让我的家里有什么？啊，有粮食。这和万军之耶和华相匹配吗？那前言不搭后语是吧？前后逻辑关系不对。万军的耶和华已经毫无亏欠了，是吧？那么，交不交我的十分之一呢？已经在拥有一切的创造主那里是无所谓的，是吧？我们从上帝那里拿不走什么，也添不满什么，所以拿出十分之一来给我好不好？拿来孝敬孝敬我，然后放进我的仓库里，让我家里有什么？有粮食啊！你说这像拥有万物的上帝所说的话吗？所以你不交十分之一的话，那么我们家粮食，粮食就断了是吧？那是万军之耶和华能说的话吗？这哪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不交十分之一啊，粮缸里粮食就断面了是吧？所以我就细细的揣摩这句经文，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什么我们还没有。还没有揣摩到的深层次的意思。所以呢，上帝在乎我们那个我们交的十分之一，你交不交都是谁的？都是上帝的。那为什么还要管我们要呢？理解不理解？所以让我的家有粮，那么我们不交十分之一的话，上帝的家里就断粮了吗？那么关系到他的什么？关系他能吃饱饭还是饿肚子，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是否交十分之一。那么能不交吗？不交上帝就要饿肚子了。所以说上帝在这里为了让我们交十分之一呢有点强词夺理是吧？然后还说你以此你试试我，那么我们怎么能试验上帝呢是吧？那么圣经上说你们不要试探上帝，但这里却要我们试探上帝。这里就有妙趣了什么意思呢？我就相信这里有非常深奥的道理，只是我们还没有揣摩到。那么圣经里头如果有深奥的意义的话，那么肯定就要归结到上帝的爱上是吧？所以我们从上帝的爱出发，再来细细的揣摩这段经文这是为了表现上帝的爱的一种表现是吧？那么比如说我有个四岁的儿子，这个儿子喜欢豆沙冰淇淋睁眼就跟我要什么那么豆沙冰淇淋那么比起冰棍呢可能好一点是吧？那么偶尔吃一碗呢不会有太大的伤害。근데저는그당시에우리
我在我的小女儿四岁的时候呢，身子弱的弱不禁风，吃不了冰凉的东西，吃冰凉的东西就跑肚。而这家伙呢，这小家伙特别喜欢吃豆沙冰淇淋，老爸你给我买一碗豆沙冰淇淋、啊、那就欢天喜地啊，幸福的不得了、啊、然后 看着我小女儿吃得津津有味啊，我就满心高兴、啊、有一天呢啊，带着她去买豆沙冰淇淋，他说：“老爸，谢了。”啊，爸爸、嗯，在这个小女儿的眼里，我就是什么万军的老爸，是吧？所以呢，给他买了一碗豆沙冰淇淋，看着他吃呢，啊，十分的可爱，那种喜悦，真是妙不可言。내가그녀석을지를사랑하기때문에팥빙수를사준因为我爱他，사랑을받고그팥빙수를먹는놈도뭐요기뻐요기뻐요一碗豆沙冰淇淋。那么吃豆沙冰淇淋的女儿呢，她也很幸福。为了让她更高兴、更幸福呢，我也想体会更大的高兴和幸福。为了让这个喜悦能够啊倍增呢，所以呢，怎么办？怎么办？그냥지금도기뻐啊，现在也很喜悦，是吧？나는팥빙수를한숟갈안얻어먹어도那我不吃一口，我也心满意足。이내가사랑한但是我说더기쁘게해줘我说어떻게하면돼我说喜爱的这个儿子，让他更喜悦的话，想让他更喜悦的话，아빠한테한숟갈먹어就是你给老爸吃一口。那么他就会体尝到什么样的喜悦，就是施予的喜悦，是吧？啊，这个老爸呢就想让儿子体尝到这种接受的喜悦，同时施予的同喜悦。老爸今天中午饭没吃饱，能不能那么吃要一口，那肚子能饱吗？那也是啊，那也是。那说是我家的粮食，这都是什么？这是无稽之谈，是吧？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的喜悦倍增，所以老爸在怎么样？老爸在逗他玩，是吧？逗你。因为他在给老爸吃一口冰淇淋的时候呢，这个儿子的喜悦会更大，是吧？这老爸知道这一点，所以说老爸肚子饿，你能不能给我来一口？啊、让爸爸的肚子里 也有点神儿，是吧？有点粮食、啊、这句话就是这么理解的、啊、这小家伙说什么、啊、不乐意不给그차원까지는못가他的喜悦还不能达到更高的层次，第二次又给他买，再试了一把。아빠배속에양식이있게하라啊，让爸爸吃一口，爸爸肚子饿。그렇게되면네가얼마나복을받는지你会更加蒙福，是吧？以后我会经常给你买什么豆沙冰淇淋。네가엔돌핀이뭐요啊啊，你给我吃一口呢，你的身体里会分泌更多的엔돌핀。你别怕我了。啊，失败了。那하나님은그포기하겠소안하겠소那么这个老爸会不会抛弃呢？不会的。为了让自己所爱的子女更加幸福、更加喜悦呢，是做为人父母的本能，也是做也是上帝的本能，所以上帝就不停的这样尝试着，直到啊，让我的肚子里有粮食。然后看看你们自己这么做以后到底喜悦不喜悦。나를주님하여내가하늘문을열고너에게복을쌓을것이없도록주는가보라이말이야试一试我到底啊轻浮于你们不与你们。엔돌핀이안나오나봐라你们看看엔돌핀是否分泌出来，幸福物质是否大量大量的生产出来，是吧？你们试试我。내가자꾸그러니까啊，所以。
드디어하루는종이有一天呢아빠아빠지금말주는게그렇게좋아아真的给别人给你吃一口你会那么高兴吗我会那么高兴吗사실은아빠가其实呢其实我肚子饿只是逗你逗你的话就是这小孩子说我也知道我也知道老爸肚子不饿啊，其实老爸不是真的肚子饿，而是什么？我给你买了一碗豆沙冰淇淋，每次给你买豆沙冰淇淋，老爸高兴不高兴啊？啊，因为老爸的确高兴是吧？高兴。我给你高兴是吧？啊，是。所以你也给我一把，啊，你也会更高兴。所以你终于呢？啊、想尝试一把想试一试是吧所以说试着给了我一口是吧盛了一勺还是太多了还有手指想扒下去一点然后你尝尝所以我吃了一口哇好甜好甜谢谢你这小子在笑또다른주는기쁨을他尝到了他尝到了什么的喜悦尝到了诗语的喜悦得到的喜悦与诗语的喜悦上帝愿我们同时享受享有所以我们和上帝的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我希望大家也能和上帝建立这种关系你们不愿意给的话可以不给不愿意交的话也可以不交你跟上帝说我现在还不想交上帝我不想交、嗯、那以后交你下回交下回再说那么儿子不想给你一口你怎么办你能杀掉他吗啊，就不交十一分钟不给你祝福什么惩罚你啊，这都是骗人的谎话这是让人们曲解上帝这是有条件的上帝吗不是的不是的这是给我们完全的选择的自由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上帝的爱这么上帝的爱就在这段经文当中彰显是吧上帝通过水果也向我们传递他的爱的信息通过野花向我们传递他的爱的信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要让我们喜悦要让我们幸福是吧、啊、让我们人类见到不同的野花不同的事物呢反应出做出不同的反应是吧各种各样的设计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喜悦、啊、真是可怜天下上帝心是吧所以天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彰显着上帝的爱是吧所以呢我呢大家以为上帝是惩罚大家的上帝曲解了上帝啊是主啊这样诚惶诚恐的、啊、不信也说什么信啊我信啊那么信心呢不是说嘴上说信就信那么只要大家明白的是真理大家领悟了真善美的时候自动不想信也得信是吧自动就信上了这才是信那么为什么人强迫自己说啊我信我信呢因为他信不过啊是吧为什么信不过呢因为他没有发现上帝里面的真善美只有恐惧战兢好像不信的话会惩罚我所以说만군의여호와이르노라万军耶和华说너희의온전한십일조를창고이들여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全然束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啊可怕的上帝所以说啊不相信啊就像暴君下面的百姓一样是吧诚惶诚恐
啊，这是曲解了上帝的真意，歪曲了上帝的爱。사랑없이내가믿죠啊，没有爱啊，就是信啊。그리고갖다드릴게요啊，我教的啊，因为我怕你，这不是爱，这样的信仰不是真的信仰，只是死亡的信仰，带我们走入死亡的信仰。所以那些所谓教会里那些笃实的信徒呢，他们 信心为什么好呢？因为他们害怕惧怕这样的上帝，怕被惩罚、啊、所以说爱里没有恐惧，没有惧怕。所以大家要真正认识爱是上帝，上帝是爱，上帝的道里面是不是有爱啊？是吧？让我的家里有粮食、啊、万军的耶和华是吧、啊、又小了小气的跟我们要什么，要十分之一，拿不到这个小费就好像在那里哭穷、啊啊、不是那样的上帝，反而就像一个父亲跟儿子要一口冰淇淋的父亲一样，是这样、啊、可爱且富有幽默感的充满慈爱的上帝。你们只有在这个上帝的爱中，你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感到生命的气息，这样才能在这个上帝的话呢也像蜂蜜一样甜、啊、明白了吗？成为你们生命的能量。저신하나님上帝真爱，上帝真爱，上帝真爱，他对我真爱，我吹听到选择的自由，让我们的旨意，让我们的选择能够归向你，让我们能够乐意选择你，用你无条件的爱来引领我们。我们感谢你这份大爱，为了相信信靠大能的上帝、啊、我们无需用我们的力量挣扎。当我们对你这大爱、啊、做反应，领悟了这份大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无为无不为。求你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生活的每一瞬间，一呼一吸之间，让我们能够深深的领悟你爱我们的心，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让上帝的每一句话能够镌刻在我们的心里、哎、让你的话语比蜜还甜，这样我们的细胞才会获得能量，才会恢复原来的面貌。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名求，阿门。자
잘 주무세요. 잘 회복하세요. 자, 내일 아침에도 6시 50분에 스트레칭 있겠습니다. 오늘 축복 듬뿍 받으셨죠? 예. 주무시기 전에 오늘 내가 받은 축복이 뭔지 잘 생각해 보시고 정말 편안히 쉬시고 내일 아침에 웃는 얼굴로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 안녕히 주무세요.